月你们给一半就好了，好 OK 了，反正我也是转账过来。他的学费是多少钱？55。啊，商品看了。55的一半，几多啊？28。哎，55的一半。56。27.5哦。我算到这难看呢。28啦。以后才买 FM。 哎呀，过一个30公斤啊，几块一拳，难看到死。降风险，感觉如果去。传统虎式你要用它选购啊，请卖 DJ 带着醒狮团500
了。都很害怕，因为有一次我转得太紧，吉他弦断了，直接割伤我的手。